大家好，先生呆呆你好，我的名叫阿里安迪，我今年49岁，我离婚了，我有一个小孩，我从加瓦来的，我的身高150公分，我的体重70公斤，我的编号0058，我的学历初中毕业，我从加瓦来的，我先回家。我以前在工作在台湾9年，照顾老人家，照顾病人，还有在中国3年打扫卫生厨房。我想去香港工作赚钱，帮助我的家人。我可以买猪肉，我可以吃猪肉，但是我不可以吃猪肉，我怕火。谢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阿亮迪。你今年几岁？40几岁。你的编号几号？0058。你的身高多少？150公分。你的体重？70公斤。你的学历是什么？我的学历初中毕业。你的信仰什么教？佛教。你结婚了吗？我离婚了。你有没有小孩？有一个小孩。你从哪里来？我从加瓦来的。你几个兄弟姐妹？我的三个姐妹。你今年工作在哪里？我以前在台湾工作9年，照顾老人家，照顾病人，还有在中国3年打扫卫生厨房。为什么你要去香港？我要赚钱，我帮助我的家人。你怕不怕狗？我怕狗，谢谢。